刚得到那个台北电影奖最佳男配角的柯宇伦，还有杜笃之先生、陈柏文先生，啊，还有陈以文，啊，王耿瑜，啊，肖奈到了没有？还有王娟，还有江秀琼，是不是都请你们？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这个场面啊！尤其江秀琼今天也是我们的女主角之一啊，当年还入选这个金马的女配角，没想到现在是去年我们百万得主啊！所以今天真的是一个盛会，我们先请这一次啊帮助我们非常多的这个余维燕余导演啊，其实我们这个拷贝是马丁斯科西斯修复的版本，但是全球好像只有两只拷贝。意思哦，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很紧张，是因为这部片子我们连试都没有把它试完整，因为那个中影非常宝贝这个拷贝啊，说叫我们只能试第一本，所以待会呢可能也有些这个要请大家包涵的地方啊。不过我们现在先请余维燕余导演来说一下。那个谢谢大家来参加。我想四个钟头其实对大家来讲是一个要很有耐心的一个挑战，但是呢我可以保证一件事情，当初古岭街在正式上演的三个钟头的版本，几乎大家看完以后也看过四个钟头的，绝对说四个钟头的是比较好看的。谢谢。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来讲，对我来讲，因为这个片子是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片子，是我第一部正式拍摄的作品，然后这个片子也影响我的人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 timing 也好，或者是一个作品也好，没有古岭街，我这边就不会再继续演下去了。然后四个小时的版本我自己还没有看过，然后我今天也蛮期待的，然后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小时候就听说我被剪掉很多戏，导演那个时候跟我说四个小时版本就会把它放回来，所以我今天就要看二十年前导演跟我讲的话他有没有骗我。那如果大家今天看了有看到有帮我找到多一点我自己的话，麻烦8月12号翻滚吧阿信，谢谢大家。我今天在那个古岭街，我演的是张震，张震小四，我演他的同学飞机，其实不太好找，不好意思。我想其实我不要讲话，因为其实今天还有很多朋友来，但是可能没有办法一一被介绍到。我想说，要不要大家就站起来跟大家招招手？因为我刚才看到像刘亮佐啊、Bernie、王野明啊、杨胜清啊，其实很多朋友参与古岭街的，没有被念到。孙国志孙先生啊，我觉得大家都站起来招招手啊，因为分布在各个不同的位置上，今天有点像同学会，谢谢，谢谢啊。今天这个同学会少了我们的老师杨振昌先生，我想今天应该对一定在陪我们看电影。对，那我特别怀念他啊，怀念当时拍片的辛苦，怀念那个时候这部影片成功，大家都那么开心的时候。谢谢大家。我也在讲过好多次哈，就是这部片子对我来讲是一个难磨灭的记忆，因为当初我剪这一部片子抱着很大的期望。结果金马奖入围的时候一样，就是姐姐没有入围。但是杨德昌跟我讲了一个说，只要我认为你是最好的，就是最好的。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刚刚张震讲的就是我心里的声音，就是没有这部
到现在，就是还是继续在走电影这条路。那我觉得人生很奇妙，因为其实对我来说，那时候我只是去应征当一个小太妹，因为我当时是大一大二的学生，然后刚好留的是学生头，然后学校贴了布告说需要很多临时演员，所以我只是去当临时演员，看看到底拍电影是怎么一回事。那没想到杨昌导演就给我一个角色，然后因为当时我很害羞，在拍的时候其实戏份也不多，那整个很漫长的期间，我其实很想看剧本，整个剧本到底是在讲什么故事。那其实那时候也不好意思跟工作人员借，就我最后知道整个《孤岭街少年》上来是在讲什么的时候，是坐在办公室看的电影院，然后那时候非常震撼，因为其实我不知道整个故事，然后我还被我自己那个角色感动到，因为他做了一件事，可是其实我不用演，那可能大家看半点看就知道了。所以没有顾影杰，没有现在，没有那个勇气让我继续走下去，那没有杨导，也就没有让我开启一个，看这个世界另外的一个眼光。谢谢。其实啊，除了这些在现在在影坛都是非常有成就的这些演员或者是工作人员、导演啊，之外，其实现场还有很多的导演也到场啊。林玉贤导演，您在哪里？是不是也招一下手？三滚吧，辛苦导演。还有王小弟导演也在啊。好，那反正我们现在就。还是开始先看电影啊，因为四个小时，其实还是我们要请那个我们策展人也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片的状况。我是属于这个 PS 的部分哈。第一个 PS 是啊，因为这个拷贝非常非常的珍贵，所以我们待会会采取一本一本拷贝放的方式啊，为了不要伤害到它任何一格。所以呢，在放映的过程中间，可能会在最开始跟尾巴，就每一本的时候会有一些杂音。还有你们会看到那个1234567那个数字在跑，请大家不要介意，不要以为坏掉了、那也许在本跟本的中间也会有一些停顿，这个也请大家多多包涵，因为我们一本一本放，就是希望这个拷贝不要有任何一格受到损害。第二件事是这个拷贝是完全没有字幕的，中英文字幕都没有，所以我们的字幕的同仁必须要重新的做这个字幕并投影、那因为这个版本的这个时间点上面我们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的抓到，所以包括有一些特别是上海话跟不是国语的部分，可能我们的投影字幕的时候的时间点不会像讲国语或台语那么的准，那会有一点点的 delay 或是 miss， 这个部分也请大家多多的包涵。那最后我们还是要谢谢这个中影公司提供给我们这个拷贝让我们播映，然后也要谢谢彭凯丽女士她也授权让我们播映这个电影。然后最后工作人员要我跟大家说，这个电影虽然没有四小时，但是大家可以出去上厕所，可是如果离开大门了就不能再进来了，所以提醒大家一下，谢谢。